今天的课就结束。啊，下课速度啊，就可以写作业啊，就可以你的作业就把这张做完。我们可以趁在上课时间写作业的过程当中，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再来讨论一下。啊，当然现在上课，如果你有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先预习，然后先试做几题，上课之后就可以多点讨论，对不对？好，假设呢，这个人是这条线上啊，这个某物体某人他往这边走 ，b 的速度 ，b1 的速度，这个人呢往这边走，他用 b2 的速度。好，所以假设要加上一个符号的话呢，我们假设这是正的，这是负的，可以这样讲。可以。好，那从乙。从乙的角度来看的话，甲是怎么走的？甲的速度是多少 ？B1 加 B2。B1 加 B2 哈。B1 加 B2。那从甲的角度看，乙是怎么走的 ？B1 加 B2。哦，那所以他们两个是相同大小、相同方向。哦，那就加个符号。好，加个符号，对不对？是这样。那我们要以数学方式来表达的话，应该怎么表达？以数学方，你总不能说我们现在看看它的方向，然后用一个用数学，就是说我 anyway 加速度为 v 1，你的速度负 v 1，负 v 2，负 v 2，所以加相对于你的速度是多少？B 负 B1 加是 B 甲减 B1， 所以是等于什么 ？B1 减负 B2， 等于 B1 加 B2。哦，为什么要负 B2？ 负 B2 是代表方向啊，负的 B2 的。B2 我没办法。对，这我现在先没有用通式，我现在这不是通式，现在不是通式，这只是一个先用方向让大家比较清楚正负而已。好，这样的结果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那乙相对于甲的呢？是等于 B 乙减 B 甲，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公式的，公式在这里。有啊。这是公式啊，对不对？你谁相对于谁，就是乙相对于甲是乙减甲。对吧？好，所以等于什么？负 v 2减 v 1等于负的 v 1加 v 2，对，是我们刚刚所感觉的东西。就词典。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东西，感觉的东西。所以从这个方式来看的话，你要记得这是一个相对运动。这不管是位置的差、速度的差，甚至是加速的差，都是用同样的道理。只有在一个地方不适用，什么地方？哪个地方？你再讲一次。就是速度啊、位置啊、相对加速度，都是用这样的概念去看。啊哈。这个地方不适用，就是光速。哦。光速不管怎么相对，它都是光速，它不会变。好，不会说。一个光往那边跑。那你看光速，比如我以光速前进，我打出去的光，像是对我来讲，光速多少？还是光速，它不会变低。即使我是用光速前进。对啊，我觉得你这样不对啊！你就算以那个，应该就是你，因为你这样讲，它就是光速啊，就是没有很特别的，应该是外面看起来的。哦，外面看起来是光速，这很特别。对，你说如果你以光速前进，然后打开手电筒，然后那个手电筒的光会以光，我看起来自己光速前进。好，那但是我外面的人看起来他也是光速前进。啊哈。好，很特别，OK， 那是怎么解释？我不会，不会解释，我没有爱因斯坦的脑袋，但是他的说法是这样说。可是他，所以他应该有一个很长的式子去解释为什么会发生。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在大学可以读得到，大学物理系可以读得到，机械系读不到，好吧？我不是生理系，我是机械系。好，那个，我刚刚想到一个题目，就看一下哦。好吧，所以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，应该可以说，光速是一种特别的速度，是这样吗？
它应该说你东西趋近光速的时候，物质已经不是物质了，物质已经带了能量，然后它本身的行为已经改变了，比如它的长度，它的主观的长度、质量都会改变。啊，这当我们趋近光速的时候，都会有这个现象。啊，所以这时候光本身它也是一种能量的形式存在，所以本身你的感官已经跟原始的东西不一样，所以，我不太会解释。OK OK。细节这个东西我不愿意再讲，因为在讲我讲不出什么东西。Okay. 啊，那个这是相对运动嘛，哈、啊。那我们今天如果说实际上我们看到物理会是存在，说，好假设，像一艘船往这里移动，以 v 的速度前进。V A 啊，我现在人在上面，我丢个石头出去，我以 V 的速度丢出去。嗯。只要我人在岸上看，这石头怎么前进的？要看他们谁跑得快，船快还是球快？你那球是丢什么方向？同个方向啊，同个方向。那你为什么画水？啊，是水平的吗？那不就是 B A 加 B B 吗 ？OK， B A 加 B B 哈。同样道理是这样，假设我现在的方，我现在方向是斜的话，那会怎么样？還是我们知道这个速度是有方向的，是向量。还是 B A 加 B B 啊？还是 B A 加 B B？ 那怎么加呢？我把移过来，这就是我的方向。啊，这是 A， 这是 B A， 这是 B B， 这是 B A 加 B B 的方向。好，这是向量的和，好，向量的和，好，这是一样，不管是在向量的角度，或者你刚刚讲存量角度，是一维嘛，这是一维万低，啊，一维的角度来看，是这个方向计算，二维的角度也是这样方向计算，也是用方向计算，好，所以石头飞出去之后，它看人，石头看人。假设石头上有个摄影机，他可以看人，他看这个人，他会感觉到这个人是用什么出来移动的。负的 BB， 对，是负的 BB。对。好，我们来看嘛，石头的速度是 BA 加 BB， 对不对？石头相对于人的速度怎么算？是 V。是这个减掉人的速度，人的速度是这个吗？是 V A 嘛？所以减掉 V A， 你稍微得到啊？不是，就是怎样啦？怎样嘛？对，我说石头看人的速度，所以是赶回来啊？怎么赶回来了？你的那个三角形下面不是 V A 是写错了，写反了啊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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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对，所以是人的速度是 VA， 就是 VA 减掉石头是 VA 加 VB， 所以等于什么？等于的 VB。OK， 所以相对，其实那时候比较高呢，就是我相对于你说的是抵抗力，啊、这部分比较难一点点，就比较 trick 啦，就是我们在想象说是谁看谁的角度，我相对于你说的是抵抗力，对不对？那就这些了。好，今天就上到这边。好，可以先做练习。所以还缺一本书，我已经订了，下礼我礼拜二才拿到。下次上课前要把哪个？把第一。